单哈，所以他会记录下，他按照顺序哈，然后分别把这个地方做群组。再来就十，我已经做到这个26到27哦，2627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找26。再来，line 2627 这个，按 Ctrl 键，好 ，Ctrl 按住之后群组哈、哦，群组，那它的群组名称不一样没有关系，你就自己把它更改一下啊、哦。它这个是2627的31，所以这边把它改31 ，Enter 就可以哈、哦。再来还有17、18 ，Test Box 17、18这两个，16、17。把它群组，那这边就是32，这边记得不要 key 错一个字哈、哦。好，好了以后的话呢，接下来哈、哦，它要针对这几个做动画，那23、25、29、31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它要的按 Ctrl 键哦，选取25。这几个选取起来之后的话，做什么呢？动画，制定动画里面呢，做一个什么新进入的时候呢，选择哈，在这边选择什么插去嘛哈，插去，然后呢，在什么状况底按确定，在什么状况底下呢，再按一下，所以这边按一下的时候呢，然后呢，方向有没有指定呢？至上，所以上原来就上，然后速度的话呢，很快，预设就很快就可以，至上。好，至上改一下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这个部分就完成。完成之后的话，接下来再针对其他的，它还针对2427，所以这边的话一样做选取动作哈。再来就是27，然后30、32，做什么呢？做那个新增、进入、专入哦。这边有一个专入，确定。那它是。接续前动画，所以接续前动画。方向的话呢，至上，所以至上。好，那速度的话呢，它也是很快哈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完成了。完成之后顺序要改一下，第八题有没有？顺序23、24，所以怎么去调整顺序呢？这边哈，我们就直接在这里23，所以23要把它怎么样呢？排到上面去，然后24、23、24、25、27，然后再来这个往下好了，它等于是照那个编号哈，照编号，所以这边当然你也可以往下拖拉也是 OK 的哈，23、24少一个26就对了。好了以后的话顺序没有问题，最后的话呢再变更它的那个投影片大小，那在哪里呢？在设计里面有没有投影片版面设定里面？把它改成预设是4:3嘛，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呢？这边有一个叫35厘米的幻灯片，好，按确定。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这一题的解答了哈。好，最后把它另存新档哦，那就可以开始来评分哈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好来评分哈，按评分哈。这样的话满分哈是20分，好，画面还给各位一下。